然后把我们屠杀1947年2月27号，开始暴动的时候，机关枪扫射，然后死了总共有10几万人，蒋介石是一个刽子手，然后美国哦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，因为急着要让他缓共，缓共产党，然后把他引进来的时候委托来，是全世界没有承认的哦，是只有美国自己承认蒋介石你来占领台湾。 然后来占领台湾的时候，又把我们三七五减租，把我们土地通通抢光了。表面上是佃农抢给佃农，那佃农的时候，他在都市计划种种的呢，一直做没收到现在，佃农剩下也没有多少，有一些土财主哦，那些有，那些不是很多，土地到最后还是在。 他们手上在这里哦，他们吃香喝辣，然后再把我们调兵，把我们4万块换一块，通通抢光。然后1949年的5月20号来一个白色恐怖，到了1987年，总共有那个36年又50天。结果这种情形之下，杀死了很多他们自己的中国人，也杀死了很多台湾人，一调去。 被人家密告，然后去，人就一去不回头，就不知道在哪里，要收尸也收拾不到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开始非常惨，非常愤怒。本来是欢年，哦，蒋介石来，然后是中华民国来，我要很欢年。结果变成没有几个月，都开始这样，把台湾人屠杀糟蹋，然后把洗脑，像我读的书。 像我现在的儿子，我的孙子，你们的读的书，你们的儿子，你们现在是年纪还很轻，你们有孙子也是这样说到毒化教育，现在都是这样。所以说，秘书长在2006年的时候去向美国去告，告的时候就判决下来4-5条，暂时那个时候是2009年的4月7号。 你看，最重要的就是第4点，美国行政单位要出动协助原告台湾民政府。这个就是2009年判下来，当时美国给咱的是哪？这条台湾那个一个旗啊，一个旗啊代表伊这个美国给咱设计，这就是原来这条一个旗啊是国家之旗，这个是代表日本。 这代表美国军事政府也让台湾占领，这就是说咱台湾州，全台湾人的州，这个旗啊，给咱设计。简单的编制吼，是安那我也有感觉的，因为较早咱有个州，是按照美国的这条这系统，你也有一个三方三方这爱日本，一路讲会晓你来行日本的这系统，所以阮即嘛，全改做好这些州。 啊，改做何在？秘书改做何在？滚手，以前是州州长、副州长，即摆毋是改日本的系统，啊，即拢计是啥？都是即个美国军事政府。我即摆定定甲人讲，人问讲，啊，你毋是即个在什么党？毋知影讲咱什么党，咱毋是党，咱是美国军事政府。 我也忘记是先讲一句美国军事政府。你啊，美国军事政府，啊，你是啊，美国军事政府，咱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民政府，安尼。我即马拢计先甲伊讲，咱是美国军事政府。伊若要听，咱就讲；无爱听，袂要紧，有一日我会等到你。慢慢再来去了解台湾民政府，咱即马有司法。 国会内阁参议院、众议院、六州州长，咱拢有，超级咱咧规划，就是全台湾的六州，啊，甲是咱即个即军的吼，军首，所有即个即干部会议拢去伫个隔壁，即摆啊，搁伫个啊，明仔下达12点再煞。咱第一只就是根据万国公法，必须要去甲告，就是用国际法律。国际法律就是啥？万国公法。 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所以也是呢，今仔日。
台湾民政府就是2009年四月初判决了后，美国运输政府号做 USMG 来台湾的时阵，号做咱台湾号做台湾民政府，这是国际法。三年日本，日本战败，伊人啊美国军事政府，我来去占领，我来美国军事政府，日本民政府，韩国嘛是日本迄个韩国民政府，哦，啊了后的时阵，即条做因韩国是独立，菲律宾嘛是，菲律宾嘛是美国占领地，啊因菲律宾民，即条做阮个民政府，咱台湾即话咧台湾民政府，安尼你也了解吼，即我简单解释者。上大就是，咱要知影的时阵，咱即摆是行到什么地步？台湾民政府我亲历来，看我没有什么嘛是安尼死啊，逐日嘛是安尼死。但是的时阵有经过即落做军训、考试啊，平常时有特训啊，有专训，有足侪跩即落做专业知识。咱每一个人拢受呢，真侪人我来讲，恁是安怎职业，恁都也有经验。无要紧，所有33万的公务人员，将来咱会切了一半，也是咱咧用的公务人员，安尼了了了解无？因为咱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，合国际法的。比如伊拉克，伊拉克去战争煞，拢总共几个民政府呢？26个民政府。啊，26个民政府，美国你都要承认什么民政府？啊，你要按照交代民政府，你要按照交予民政府。都是爱有法律上合国际法律的国际万国公约的。咱台湾民政府是原告，美国是被告。现主席的时阵，咱今年、旧年2月8日，咱过即条过3月，咱过告第二遍的。即摆只3月初到要审理，要审需要在超一个月、两个月就审完。哦，即就是阵个法律的即条在程序、司法的程序。美国真受啊，所以就是承认咱台湾民政府。伊拉克20个即条做民政府，伊就是承认迄个合法的。利比亚也是同款，阿富汗也是同款，爱有符合国际法。吼、哦，啊，讲到这个时阵，咱说啊，中华民国的，中华民国已经有啊。2016年6月初起就无中华民国啊。美国的众议院外交。即条做委员会，迄人我开始统计，心在统计，何做啥？88号，88号的即条做决议案。即、这个88号是啥？台湾甲中华民国无关的，中华民国伫台湾无主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无主权，即、这个非常的明显，台湾就是台湾。诶，啊，全的时阵伫即5月16日，去年的5月16日。通过6月初，这个号做罗伊斯，就是外交委员长，坐专机对美国拼到台湾来见这个蔡英文，交予伊台湾无中华民国。所以，伊也是来甲这个陈建仁，伊伫个5月20日的时阵，我也是中华民国第14任的总统甲副总统。你看美国有好点无？美国伫个即落底公开也好，私下也好，拢讲台湾无中华民国，啊，所以伊无好点就无甲承认咯。啊，承认啥？承认了个中华台北，承认了个中华台北的时候，这是临时政府。那照咱台湾民政府要接，或者过渡的临时政府，过渡的临时政府就是号做啥？中华台北。啊，这就真笑起咯！从古早我对细汉到大汉，恁也是同款，对恁知影咧读书到即摆，严拜也是台湾要出去外国的这个或者啥国际组织，国际组织就是敢那 WTO 啦，吼 WTA、WT 这个或者反正就这个或者迄个卫生组织啦，啊，是算奥运啦、苏宁的，你拢袂使用中华民国的。因为台湾是属即个在美国占领地，无国家、无主权。啊，因就偏偏咱咧用中华民国，但是未通啊。罗杰讲是中国打压，哦啊，中国愈顺势，并未使会说呐，负责即个在中华民国，即摆是已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你代理哦。
以前的时候，你1949年的时候，诶，这老蔡官要到我来台湾的，你台湾你不是中华民国，伊是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台湾那平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，哦，变作安尼讲明来吼。好，所以用这老蔡官，你都要出去参加比赛，袂使用台湾的，拢去用啥？用我咧中华台北。诶、欸，啊，袂使用中华民国，更加袂使用台湾，就用中华台湾嘛。啊，今仔日你有哪甲看？咱台湾民政府即马就是要切上了，已经是啥？即马出去国际，你若化学啊是的时阵，会组织譬如讲参与即落对关，你落奥运，啊是的时阵，当体育比赛，啊是的时阵，即种种的即落即比赛，啊，甲譬如讲加入即落即关税区的阵，操即落即楼梯哦，去甲到位，拢计爱考说台湾。诶、欸，啊，即下咧变去咯，甲较早无共哦。所以，伊学做中华台北安怎改势？你讲讲，你第一任的中华台北就是李登辉，第二任就是陈水扁，第三任就是即个学做关，迄落马英九，第四任就是蔡英文。所以，那是临时的哦。啊，即摆咱要真正是合理合法的哦。操死鬼了！我讲个笑话互恁听。哦，即个学做关川普的什么拍电话来的时阵，即个学做关你著蔡英文总统，台湾总统。唔是，迄是即个吼，即开始的时阵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代志。什么原因？我甲你讲，伊选一个总统吼，全世界200个国家，伊要哪有法度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人去了解？唔是抄日本，还是讲即个吼，即款你落泰国、印尼、款了菲律宾，即款人有名面在国际拢计的时阵，拢计名，大家拢计知影响叮当的。台湾就是拢计去互即个吼，即。国际美国也是，因为你这无这哦，这关了国家的主权。啊，中国的时阵很无主权，全世界所有华人所有部署拢压掉的，大家拢唔知道台湾。所以伊的时阵选调，伊唔知道台湾是啥，伊就好一心一意就是要对抗中国，或者啥经济汇率操纵。你讲我的时阵，让我美国损失，即卖的时阵损失的时阵，干什么？袂关心哈，你拄啊遐做，即个做国世界当头，你物件卖互我是啥？你卖我的原料，你卖我的铁钢铁，啊！你卖去的时候，你卖我啥？卖我的时阵，即个做关了比基尼的或者内裤，吼、哦！啊，讲的时阵，甲美国的时阵，你甲我美国卖70%的这小麦，黄豆，啊，啥物的时阵，你卖我玩具，好无？哦，你操纵货柜利用下物，我一定要推翻你。啊，推翻你就是什么一中哦，什么一中政策哦，这款的哦，拢无这代志，那是较早就是变模糊。拢讲的是咱全世界干一个国家，或者中国一中干那一种，哦，中国欢喜啦。啊，国民党欢喜袂起来哦，伊嘛就来骗咱这代人，骗咱那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啊。哎，伊讲个一中全世界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哦，欢迎一中啊！事到如今，咱损失就是一地的孙啊，咱叫人洗脑，即卖囡仔还要用洗脑，无单用全世界华人报纸啊、报章、杂志，所有连维基解密啊，过是呾啥物？或者把这个中国的这种呢，咱的维基解密饮料在啥物讲？百度我知道有吼。拢计已经拢计叫扛起啊，拢计是叫做简，伊叫简体字的，无单一个跩消息来变做拢中国的，所以全世界吼，诶，即台湾拢无浮在台面上。今仔日台湾，今仔日只能三讲，咱秘书长夫人带领八个官员，头一天是去即个做动算的即个庆祝。爱是呾今仔日是去予做冻蒜酒席，早半暝啊，我到即摆袂睏啊，我昨昏看到天光啊，所有就是咱台湾就是咱秘书长夫人带八个官员去美国，无打紧哦，受邀请的哦，官方邀请哦，无打紧，搁咱伫遐开酒的，参与两个，上面50个议员。隆重50个议员来开酒会，因阿是无法度，因这串门因咧唔是，
伊咧是公关公司间安排一个众议院议员，啊来甲翕相，啊甲即个部分罗伊斯，啊来甲翕相。罗伊斯就是讲，你台湾即摆你无啊，台湾你无中华民国，啊你即个在台湾嘛，中华台北迄嘛，即个在临时无好个名。台湾就是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即个一二十就是咱的以前。即个在川普讲的话，拢计是代表的输人呢。就是早起，今仔日起，所谓那咧讲的，就是官方的咯。伊迄阵讲咧讲台湾总统，因的团队有几落百个、几千个，自然团几十个目标。台湾时代的将领队，台湾符合外国公法，现主席因是咧监督政府。台湾是用在台湾民政府，所以现在在讲台湾，现在在讲台湾就是讲咱台湾人的政府。唔知的人，也是咱台湾民政府在台湾国、台湾共和国、台湾建国会，什么后底台湾什么，或者管理啰，迄后底诶，即后底啥，佮即马佮最近一个名，佮国家人民，哦，什么家人民来讲，美国你是要家人民来讲？联合国个国家个书记才会使加入联合国。咱毋是联合国，咱毋是国家个呐吼。所以，即条在川普即摆咧讲台湾就是啥，就是咧讲即条在参照进前几年前恁知影条代志。台湾伫个国外外国个时阵，全世界吼免签证，共讲190几个国家已经有登记，甲150几个国家免签证，就是啥？台湾人免签证。马英九拄啊欢喜甲顶，顶讲的时阵，较早顶一支米酒，一罐米酒，买来顶讲，你看全世界时阵伊拍拼，哎，时阵七号在关了，即摆有百外个国家免签证，毋是来是哦，台湾人免签证，毋是哦，伊也要摕中华民国护照免签证，哦，恁安尼了解？所以这个号说中华民国无去，中华台北暂时的，啊暂时因为无去，毋是，伊必须要落来台湾，伊的头壳顶必须落来台湾政府。所以就是呢，伊即卖就是啥，美国话来要求讲，你都要来台湾民政府，啊，伊是讲不如先有这号在，这号在做个总统啊，不如做个行政院长，不如做个。立法委员，阮做个全台湾的规市长啊！啊，阮来的时阵啊，只要去顶，只要台湾政府应该啊，美国 no， 咱台湾民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成立，敢若我咧讲，会即个所在伊拉克的，你是毋是合法的？所以现主席即嘛就已经，美国就是讲对台湾，承认台湾就是台湾，意思就是。咱台湾的台湾民政府，咱台湾民政府就是号做啥？台湾人的政府，美国就是号做啥？安全署的国家，即个号做咱的国安局的国家安全署批准的是哪啦？因的国外的一个政府，就是咱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咱就是台湾人的政府，所有因即嘛拢计是临时的过渡时期。啊！因即摆就是啥，本来要规划盘，因即摆早盘袂去咯。但是有现主席，这个所在是啥物人？这所在是同啊，这所在是同市啊，要来挖啦。这老在科比啊，台北市啊，啊要来挖啦。定定在咧拍电话在咧问，即摆咱来证件，你用证件是行到啥物程度哦？啊，即摆说是粮食要发，即摆拢啊粮食要判决。所以咱即摆过咧两个月，像你即摆是安尼，拄仔咱坐是几个人啊？过咧两个月，若拢了解出来，会拢拼起来，即个代志会拢会圆满。秘书长讲啊，正清楚，所有拢依法来。秘书长讲啊，细细格格，任何倒一个人都袂使偷跑。无论你是啥物组织，比如抄音，看啥物来，我来做个规矩，来遮初级班、高级班、技术班特特训。甲即落即或者啥简讯，所有个时阵，即落即，比如专讯、特讯，拢计有爱经验。我讲你听，恁真好奇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伫个即落或者关于 ROC 哦，手啊啥个，
所有的农业是因中国人甲上山的台湾人的名了接手的。我听咧讲，云南咧，因云南帮农业因块世袭阿因的子孙，铁路的，还是即落在石油的，还是即落在电力公司，农业因呢，伫你即落在继承。真心切啦！你捌听着讲，一四国环保局的咧拼粪扫的，无粪扫车的啊？讲化学哪去考？讲农业有几有十个硕士啊，有些叫做什么博士啊？啊，化学农业啥？化学农业台湾人无迄个学在中国人，无因的迄个学在云南的。咱台湾乱抄，我对细个较大，对我读书都无讲多。全计是因的，即条即原因咯。伊讲讲讲在外里啊，拢计因食去。干那一个福建省都偌侪，咱台湾讲在台湾省，咱才分四个。啥物？伊咱北京上大几个，伊拢分了几落十个。第二个讲四百八十个，讲咱台湾才掉六个。啊，出面拢计是因食去，所以咱台湾才这么清淡。所以我今仔讲到遮，这是简单介绍，互恁了解现主席的这条这台湾的这临时政府的运作，这就是咱的这八个的这条这关于咱台湾派官员伫个这条这美国，啊，这阵伫个就是机场要去，已经伫个倒去，伫个这条这关于了美国伫个访问，啊，甲邀请这条这咱的官员去参加典礼。有这个有票的哦，你甲看，我知这个现场吼，这个现场爱是国会，迄个国会山庄，这个才对咧百多万人，拢做，这样四个，四个四个人等吼，后来最近的时阵，下起了这这又是，迄个这美国已经组联合国的大赛，要求讲，这个琉球的所有的军人，会做个军队，甲移来台湾。啊，这个是咱云南有事，这个吼，美国的一个决定，啊，甲中国的挑衅，中国就是一直咧讲，就等于开始，阮的我伫挑衅，台湾啊，平和是伊的拄啊挑衅，南海是伊的时阵拄啊挑衅，迄号叫啥？伸缩主张，伸缩主张就是这个岛，这个拿来讲，我在历史先战，无人先战。所以也算无人诶，啊！你若占五十年无人来，甲你也算来纠纷，即块岛就变你诶，即种万国公法。伊讲南海富安就是因诶，因早诶时阵签啥物汉条、宋条，啥物都因诶。结果万国公法登记诶人爱笔纸写互伊，伊无。结果最近国际法庭诶，阵海牙法庭诶判例。发现农业是食，干那会使对应起，袂使拄啊共囤堆囤倒。所以也是呐，就种种跩，已经也是呐，中国啊，用恁辽宁号的来台湾的四国人，也是呐，咧示威。第一次来面都是啥？其实伊是咧训练因的海军，训练因的军队要熟悉这台湾澎湖，因为因知啊。必要一战，历史也说呢，必要一战。所以我拄仔跟你讲的时阵，叫做台湾出去国际，拢爱号做中华台湾，袂使号做中华民国，袂使号做台湾。啊，拢计要求啥？要维持现状。维持现状就是独有，维持现状七条就是爱国的。大家拢唔知啊，我解释就是维持现状就是独有。美国的时候就是讲，你不要踩到我的红线。即落在淡水边选到总统，我欢喜甲几落暗袂困的啦。台湾人伊要做总统，无你变嘛？台湾人就是做总统的，淡水边去踩打落红线。淡水边要求要主权，淡水边要求台湾要独立，淡水边要求我是中华民国选的总统，忘掉我怎么来改做台湾国？即踩到美国红线，唔是中国的关系，所以用归也是美国的法律程序的司法案件，唔是即条在马英九会使甲定下，也唔是即条在反正蔡英文会使甲定下，即马也不调咧。大家在讲你蔡英文啦，啊你民进党的基础是对到人拍来，人咧先民的时阵，台湾咧动力声安尼拍来，安尼即个老换你少年咧变啊，啊你唔爱改。
即落这关，你都何在写？得写，袂使，那是美国的。所以呢，即落这台湾现准时就是，已经美国就是知影中国要来挑衅，啊，要来顺咱，即个来插，所以才转来甲日本合起来，或者美国、日本国防一体化。日本也非常的即落这关，你都即落这争气。日本有迄款出云号的航空母舰，即款拢伫台湾，即落在海峡伫咧写。日本的船来外用的，台湾海峡全世界五至三个船只拢伫遮咧写。台湾海峡的船出船的船咧载油，90%拢计是日本。日本的船来打死那些油去，中国南海冻结、控制起来、封锁起来。两礼拜日本都无油、无电灯，都电车都袂叮当。所以也是呢，叫做日本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川普话真也是也是呢，11月初，人家讲啊，我要撤退这种最关键的亚太地区，因为我要反这个奥巴马。爱是呢要对付中国，你对付中国，你哪才走？所以 TPP 我给他改掉 ，TPP 是贸易组织。哦，这条在安倍晋三行前呢，马上转世界安武器的时候，一生气，12月18日就去咯。哎，台湾你哪会使撤退？你若撤退，规个就全乌有去咯。啊，全乌有去，虽然拢无操菲律宾，要不咧差。啊，若到无去的时候呢，你美国你的性命在身，你都无保障。所以去日本，这条在普京就来咯。你看，普京都来，美国也是呢，接到这個，川普才说，有理哦，马上随宣布要加70只军舰入来台湾海峡，要入来亚太地区。安倍先生都讲足多足多的，这个或者战略台湾平和的这战略重要性。所以是呢，这个有啊，迄个或者主联合国的大事，就是讲亚太地区是非常非常的紧张。但是说咱大家免惊，咱台湾平湖是非常的即个这叫非常的危险的一个所在，是哦，这是只要这战现出时，敢那会说呢会点火，会爆炸。但是说咱全世界上安全的所在就是台湾甲平湖，什么原因？英国、法国的说呢，会准啊嘛，拢要我来巡逻咯。即个这澳大利亚要求因啊要巡逻，搁什么人？印度尼西亚啊，要求要巡逻，只有跟咱这杜特利就是的时候，一直的时候咱要讲头疼啊。奥巴马去得势的奥巴马，啊，即卖是咱川普啊，要问你菲律宾你是什么意思？但是菲律宾这个人吼，我那真巧，啊，要玩中国，啊，要玩俄罗斯，啊，要玩美国，啊，伊遐原来是重要战略地区。伊知影无人敢甲放弃，但是你会接到最重要的拢落伫个美国的手头。伊个时阵会迄条个空军基地，会迄条个克拉克基地，甲巴拉望下面拢去予美国做去，拢计根本伫哩重要，是非常的重要。南海是一个接应区，台湾甲平壤也是南海一个接应区。所以说呢，我这民工啊，做，因为恁今仔是初级班，各有高级班，我还佫讲过较一寡的，就是呢，较即落是迄款叫深入的所在。恁今仔爱知影，我要讲的就是咱台湾的境遇，对电子世界来先来，啊，甲咱台湾古早的即落这葡萄牙，甲即落这葡萄牙、甲利亚和即落这迄落荷兰、甲利来建立史，我来讲互恁听。你看，像台湾。倒数即摆拢美军咯，真侪人讲美军即摆咱无来，啊，你讲美军要来，啊，咱毋捌看。美军即摆甲古早无共款，美军若较早吼，我专咧交美军国务团的下即号在官兵，我咧甲买车，我咧修车的时代哦，因咱若看到咱的人，我咧哈喽，啊，我咧学中国话吼，你好吗？是安尼，啊，我常常若拄着迄款的黑人哦，黑人，哎，拢靠边。哎，点点嘛，拢计会安，即嘛无。美国人即嘛应该看到，拢唔捌要甲人撒娇咯。迄就是因交代，因惊的时阵，只有在中国，将伊，
你跟我答应的，你按照你三个公报啊，啊，你即摆是那中，你派兵去留意这个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啊看，你看这马虎哦，吼，上山啊，平东空军机队出口，无计是美国用，代表了无军队咯。即摆因阿欧西的军队就是啥啦，直直咧提，直直咧退伍，无咧补啊，你知？今年也是咱后者讲最近替代伊讲会使去超级市场上班的，恁捌听无？谢天老去当兵讲会使去超级市场上班，啊无老神啊，我叫你名袂记啦。哎，安尼啦，你看，叫咱电动空军机队，安尼啊，看这马虎即款拢是啊，规个咱台湾。讲到这，我再来甲恁讲一下，即个二零零九年的四月初，咱各营一个船做啥物动作，你知？所以开始哦，要来无缝接轨。爱咱的是来负责四千人的这训练，啊，咱爱有几落十万人来领身份证。咱即卖人有够啊，领身份证也搁较无够，这不要紧。就是的时阵，咱开始的时阵要来接接的时阵，咱有跩的名额。美国开始就伫咧台湾无缝接轨哦，我讲恁就听。甲空军所属的部落解散掉，即马有空军无？空军足少啦。甲海军属的部落解散掉，甲陆军属的部落解散掉，甲海兵属的部落解散掉，连迄落底总督府的马英九的因的迄落号做自卫队，因的号做卫兵也拢甲解散掉。足侪所在讲后头兵营讲请，你管伊落号做啥？请伊落号做，咱咧大楼咧管管理员了做啥？维安的是，中国讲做维安，大家了做啥？讲请伊管理落，伊落去伫咧顾兵营，实在你要笑死的。喏，啊，即卖说啦，就是讲今年、今年、明年、明年一八年的一月初开始，所有拢兵营拢要退，再部队当兵拢退，什么原因？伊即嘛要用无兵诶，啊，就是二零零九年来，美国就要求台湾用无兵诶，袂使阁征兵。咱甲过诶理由就是，你甲即落即即落个占领过诶人，比占领过诶人征兵，即落有冤国际嘛？搁再来，你甲占领过诶人，甲即落国际变，你也有冤国际嘛？所以即话呢，啊，搁多杀，啊，你也是国犯国际法吼？好，即个。这就是罗伊斯啦，这回吼引起就是去见这个人啦。啊，见这个人的时阵，我讲着听，美国的时阵，第一只哦，在台湾禁止官员甲台湾访问，但是暂时哩开放哦。川普就知讲，台湾必须在台湾面前有站起来，啊，伊就开始官员开放，会使甲台湾的官员对口，会使会使来接触。啊，接触你接触因呢？接触因的时阵吼，你拢啥高科技的来啦，还是啥？那有啥物的时阵，只要在秘密到接到上面中国去啊，是干咱台湾。啊，伊是甲伊讲，已经的时阵啦，保证无承认中国人有台湾主权了啦，保证无要改变啦。美国对台湾的主权的立场啦，绝对无啦，不论中华民国无伊个无变主权吼。蔡英文咱笑不出来吼。伊就知影，但是伊即摆时阵哪有知影？连伊个大将哦，桃园市长哦，都换来因换拢要换来，过几个月啊，咱只会三进四回落来。咱若开始搁恢复办身份证，咱开始搁恢复办即个旅游证件，因为因个旅游证件未通哦，因个护照未通哦，已经叫取消掉。可能即摆即条街，咱哪会出来？可以暂时延期的款，啊！但是你要去联合国，你要去真侪所在，像禁止袂使入去，安尼吼。后来，即落在啥？中华民国，你在台湾占领，你就合作国有有限公司。啊，我拄仔咧讲，迄就是保全公司啊。所以蔡文，你今仔变啥？你伫台湾毋是总统啊？你看，中华民国已经破产啦。1949年，毛泽东啊。革命成功，爱是呐，至少在中华民国灭亡。你看，蔡英文，你是总统，不是啊？伊就是做局长，局长即马有做啥？
台湾暂时就是美国利益，当当时委托蒋介石是中国中华民国来台湾占领，代理美国占领，所以即卖现出时阵，台湾何在先啦？中华人民共和国何在中国？台湾地理当局，地理当局你就局长啦。啊，你也是啦，嘛不是总经理，那总经理马英九叫我做总经理，马英九伊两个来中华民国无啊，我那不是也无承认啦。中华伊就是啥？保险公司的总经理，所以马英九是属总经理的呀。哦，台湾到底死多少条？什么原因？台湾是有主的，日本天皇的未使是那独立的，未使治国的，未使建国的。你目睭有看到要十年，你知无？要到一百个。台湾若无独立，国民党若无倒，台湾袂好，国民党若无倒，伊唔目睭唔愿配有无？皮明敏、黄教头，因的孙拢台独的。高宽敏也拢台独的，姚嘉文也拢台独的，拢个台独啊！到即嘛，有法独独的，无法独。陈水扁就是台独方，规个头画，规个挂面。所以也是那就是啥，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。因就是规世人，就是安尼，拢未法度达成因的目的。台湾民政府就是咱个感谢秘书长，秘书长用一支笔。伊住喺厝诶，控几年、控三年啊、控四年，住喺厝诶，看全世界宪法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德国，所有意大利诶拢看，所有诶国际法拢看，看比诶人较悬。伊甲所有诶所在复杂，把它简单化，或者化繁为简，做一本好个新台湾路。即卖日本，恁倒来甲买倒去看，参照我。我五年前就是看新台湾论，看网站，我入来，我无人介绍。我入来，我就一世人，较早讲在东外，我住在外口，看人咧行街头，我看无甲侪成功，无来去用，拍到要死死。所以的时阵，我去看了秘书长用一支笔，告美国，告 ROC 今年，你甲看三月初九。即、这个互台湾，伊就 ROC， 伊就踹门的人爱去美国出庭。啊，美国总统后来爱派律师去出庭，所以马上就要判。所以也是呢，就是即、这个互在台湾有主的，即、这个厝是你的，你放弃这主权。但是啥物人来吃，甲煞尾我来是，即、这个在你也放弃主权，但是你无放弃所有权，安尼了解无？我迄日讲一个，或者啥，正拄好市场，市场伊全咧放弃经营权，互大家去买菜鸡啊、猪迄种猪肉、鱼鸡啊，大家拢去买，伊管理员我放弃，互恁去管。但是啥物人伫咧遮咧卖，迄、那个有啊，主管了，要啥物人个，也要是你个，安尼了无？所以台湾个朋友，咱过来食，大家拢嘛讲。我是台湾出世，食台湾米，食台湾水，住诶。啊，我诶时阵啊，即落底款，迄落住诶食，我看到道理敢袂使？吼，大家拢安尼讲，袂使诶啦。我袂使甲讲人诶，因 ROC 诶人已经犯来，伫诶台湾专门咧接收甲财产诶，因诶囝，拢两年诶。即卖诶时阵，囝孙只两三项哦，两三项诶了。全家会议赶紧要即落要移民走，知影的时阵啊，因中华民国无马英九要复辟，就是你今仔若复辟，你今仔若是台湾，结果因即摆复辟也未成功，救起啊！所以即摆是呾因换掉新，即摆人要甲清算。以前即摆是呾马即落要出来，毋是用中华民国的宪法要来，即落在收因，即落在当上因中华民国有法度。无法度啦！那第十六咧讲，咱台湾政府现在是所有坏的时候，咱拢会使甲接收、甲收倒转来啦，害咱啦。所以是咱因即嘛决定要走。啊，我今日讲的是，咱台湾是有主的，日本天皇的，咱是日本的天皇的臣民。日本的国民是也阁差咱一级，咱是日本天皇，咱是因的老大哥，咱管理起老大姐。因是日本国，因国民，咱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
爱了解，看咱关的这个，好来，这就是日俗美食，这个就是咱台湾朋友就是日本的嘛，啊美国常去吃嘛，啊美国的时呢，人以前五国年五五一年年，哎呦，土金川河边条，前人伊就日本就四国都拢海岸，互日本哦，1971年伊也把琉球的海岸互日本哦，咱这原来伊也海岸，这因为战略地区啦。啊！伊即摆炒钱贵了，即摆知影咱要来节俭哦。伊即摆最大美国就是啊，请神容易上神难啊。啥物原因？就是啊，我先当当先甲请来，即摆要甲送来，爱甲花甲利益啦。因为土地伫倒位啦，金门马祖。中国讲的是呐，我就是即条在要上上中华民国，因为出一个平台可以啦。所以也是呐，因为土地金门马祖，金门马祖最近你知无？那要去美国要签证，所有拢爱摕中国的护照，摕中国的身份证。你大家拢有看，电脑你拢查得到，就是已经就是美国承认你也是中国的。大家咱听哦，不是中国，甲中国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好，这条在中国是中国，伊的土地就是安尼。日本、台湾，咱包括这企业，这拢日本的土地。我讲了你听。毛泽东的时候，伫1929年3月，伊有咧八一公报，迄是因的家己私人公报。讲啥物啊？台湾吼来使是咱台湾讲，啊，你如果独立，啊去对抗日本，啊去叫韩国独立，啊去叫对抗日本，安尼是啥？今仔日反过来讲啥吼？咧台湾甲平壤是伊的，哦，你有哪甲看？啊，这个时候，这看到顶出来多，你看，就是啥？日苏美战。济联人需要解联人，你往前路弯道无？弯道，这个熟悉伫遮，这个咱台湾人的，这个美国下过熟悉伫遮，我定下进个岛，我拢去定了看。爱有美国是嘛？开始讲要发达，伊要哎，叫做台湾民进路，伊要撤退，伊要抢物件出来，但是会使咧，袂使。美国是全世界建设，伊的时阵遮尔伊是咧保护。日本的时阵，虽然是害日本，1952年开始，伊话即落在日本四国九州，伊啊在北海道啊甲九州拢变海海互日本去，但是也阁占86%，也阁会使几落万人占伫咧即落在日本，也阁会使200多万人占伫琉球，几啊万人占伫咧韩国。伊还阁是将来维护即个和平，亚太地区的和平。所以是即条在美国就是加，即条在日本啊，加也是呐，叫台湾甲平壤分啊，袂算那个清楚，哪里是将来管国的啦？啊，即下要来忽悠来台湾，就是因为中国崛起。我如果来讲是安怎讲？哦，维持现状是重要，什么原因？伊就是说那个美国。足侪这 AI 的官员拢叫维修伊啦，美国的参众拢伊啊，足侪叫维修伊，足侪在官员叫维修，国家海德将军哦，连雷根时代开始热了，足侪拢叫维修，拢听伊话，哦，维持现状，点点哦，你卖搞怪哦，卖这个在什么跟台湾独立哦，啊，中国就台湾独立的死路一条哦，全顺美国的伊啦，跟你什么关呢？所以也是啦，维持现状就是啥，好，你点点滚滚滚。伊遮个国防做大个，一年几落十亿，会只了得几百亿个，即美金即摆5-6千亿、6-7千亿个，个个国防预算，迄就是啥？你有哪困维持现状？那无有代志哦。啊，咱只个国民党个，甲咱洗脑，啊，甲咱个是咱媒体，安尼甲咱骗，即摆媒体也要咧骗你个。操个是啦，我咧讲全世界媒体拢叫买收，只管你来个。川普的时阵要就职的时阵，嘛还搁咧骗啦。但川普啥物事呐是，啥物事呐是安尼外乌乌乌过去是外风流外风流，啥物乌边的时阵，全世界港澳台台湾，爱是呐世界所谓的全世界有14个国家吼，拢去维修伊，有30个电视台吼，啊甲媒体甲所有这拢去维修伊啦。操 CNN 有无？川普伫恁妈妈迄落嘛是，是咱有去哦，买手大部分啦。啊，拢计是啦，拢咧穿，敢若拢穿人咧唱衰啦，抹黑啦。啥物是操 M35 个？全世界五
伫个中国咧评价，你要改进。伊讲吼，有235项的缺失。你知影什么缺失？美国的35个，敢要互你知影是啥？所以拢计用咱外国的。我吼内行人看门道，人咧看啥物哦？我拢在看桌面面。我从细汉就习惯了。咱大家咧聊咧欢喜，拢爱去看好正头前，我毋是，我伫正后壁。大后壁看咧啥换衫，看咧化妆，一人加一支粉啦。等下出去外口，哭啊死啊！我就人闹在啥？咧搬衣服，或者搬啥物看衣服，我拢大后壁咧看，看甲一清二楚。搬布的伊嘛是同款，跩人啊好越强越强的倒落车拼命叫，一倒下来就等咧边个孤单的哦，迄手拖下才个等咧边啊。我拢甲你看甲清清楚楚，所以说呢，最近我才去看到美国，知影开始川普是正来。我刚才看到因厝的家规，我就知影讲，伊今日管理这国家，人一句话就是我要维持国家利益。你嘛叫这叫这叫这奥巴马，你有啊无？无啊！死啊！你大家全世界拢用互伊，咱大家也是人，我拢会用互伊。结果今仔才知啊，死啊！你咧放任中国要来甲咱吞，即落在台湾个片哦，危机解密去甲晓出来，伊个即落在电子即落在物件去互晓出来。